我希望咱两个人的感情到这为止。新加坡会出事，中威。我不是业界的子孙啊，即摆叫业界赶出来啊，我什么都拢无，我更加无可能给你什么。所以，你若真正为了我好，你若真正心内阁有我，就请你离开我。我无想要失去柯小平的支持。敢讲，把饭店摕倒倒来，对你来讲有遮重要？你若是放手我，我要倒来囡仔要安怎？啊？甲摕掉。你若摕掉了后，你好好调养你的身体，将你家己顾好。若是有法度有这个缘分，你搁再找另外一个伴。当我摕到真正属于我的，我会给你一笔钱，好好弥补你。你欠我的，敢还得完？我失去的青春，两个人的囡仔，还有我对你的期待，讲啊，你讲这是要怎算？若是我安尼做过行李不了，我后世人才阁行。唔免当后世人，你即马就会当好我。少波，我爱的足简单，就是希望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这是咱两个人的梦想，唔是吗？不过这唔是我要挃的，即马局势已经正清楚，我当看人的目色正清。你敢知我去被夹架赶出去，我心内偌怨恨。在我的心内，我只要一天，我无得下过这个怨恨，我就无可能给你幸福。所以今麦让你离开，是我唯一会当让你做的。这也是我唯一会当为你做的打算。所以是的。你的打算只有你自己而已，你讲的每一句话，都是为着你自己。你就是这么自私，就算讲真正有后世人，你嘛同款会辜负我，因为你爱的只有你自己。就算我即摆让你知影这个暗算，也袂伤我。真多谢你给我伸这个嘴皮，把我行开脚。少峰，少峰，你袂用走，你袂当离开我。我讲了，感觉阁无够清楚。我甲你，咱已经结束啊！咱两个人的感情袂当结束。我无勇气甲囡仔摕掉。我若是失去你，我的人生就死啊！我永远无法度有新的开始。要死要活，迄是你的代志。我想要清楚的物件，我人生我袂结束。请你离开，莫搁再接近我。你会当接受你平凡的人生，啊，我并无代表我会当跟你同款。你袂当决定我的未来。你即摆是咧讲我自私啊？当初是我帮助你加班的时阵，所以应该做，无应该做，我拢做啊！我互证人糟蹋的时阵，你无要替我讲话，我嘛准拄煞。甚至你即摆互关出业界，我嘛心甘情愿伫你的身躯边。这点我拢无自私，我是为着你牺牲我家己。那安尼，即摆就请你搁再为我牺牲一遍。至少以后我想起你的时阵，我会感谢你。安尼好无？你拢已经要放下我，以后哪有可能想着我？咱两个人的感情拧不落去，你是不是感谢我？对我来讲，一点仔拢无重要。你讲这挂话。敢若证明我过去的期待是一个错误，我不跟你认错。不，你现在是要安怎？我要亲手把你毁掉。